是花田，一起进入今天的手工教程。今天我们来玩的呢是三种形态的假水，那么大概先按照1:1的比例放入透明胶水和温水，混合均匀，加入隐形眼镜护理液和小苏打水，让我们的假水成型。拿出3个小盒子，把假水装进去。然后呢，我们需要准备3种材料，这里有水变雪、泡沫球，还有雪粉。就像这样，轻轻地倒在它的表面就可以了。好啦，让它放置1到2个晚上。第二天呢，我们可以开始玩咯，看一下会变成什么样子。气泡球的这一份戳起来呢，脆脆的。我觉得最好玩的就是这一份假水变成了水变雪，这个呢是比较啫喱状的。不过加了雪粉的假水好像就没什么变化呢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的小话题来聊一聊，这3份假水你最喜欢哪一种呢？